看我怎么坑富婆零花钱。你昨天洗澡花了2000，你给我说说都是怎么花的。老婆你听我解释啊，昨天洗澡我就花了200，那1800是你爸花了。你爸啊？你要不信，我给你爸打电话对质。那他今天还喊我去洗澡，我去不去啊？去，必须去。但是你得带上这个，千万不要再用肥皂和沐浴露洗下边了。这是什么？这个可是妇炎洁专门为男士设计的私处护理液。你们的呢是弱酸性的，而很多的肥皂和沐浴露哈，它都是弱碱性的，就算你一天洗3次也抵不住有些东西的繁殖速度，所以你就得用这种专门的护理液，而且它的抑菌率可以达到99%呢。还有偷偷告诉你哈，它这个里边可是有费洛蒙香粉，就是女孩子们哈都爱的味道啦。这个东西就是我一个人用，咱俩都安心，对吧？还有今天你要保证寸步不离的跟进我爸，随时给我汇报情况，我再给你加2000。明白了吗？保证完成任务，你放心。